公元1622年，即大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正月18日，努尔哈赤出兵进逼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地广宁，即今日辽宁省北镇市所在地。双方大军在辽河岸边相遇，就在战斗即将打响之际，一个谁都没有料到的情形发生了。大明帝国军队中突然有人高喊：“明军败了，明军败了。”随后战阵最前面的一些兵马转过头来向后狂奔，结果导致数万明朝大军扔下武器与铠甲，如江河决堤一般四散退跑。败军逃回广宁城后，导致全城大乱，人们纷纷携带细软逃出城去，拥有近10万大军的广宁城变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军事重镇。努尔哈赤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用兵谨慎的他怀疑其中有诈，勒兵观望了2天之后方才带兵入城。人们习惯上认为萨尔浒之战导致了大明帝国与后金政权之间战略态势的完全逆转，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战后努尔哈赤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得到了一切可能当中他想要的最好的结果，完全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八旗铁骑如狂飙一般横扫辽左，天下为之震撼，大明帝国从此处于艰辛的堵截防守之中。而帝国最高决策层的混乱则在这场战争之后变得更加其混乱，与前线战事比较起来，他们更看重权力争斗中的利益格局，是否对国家有利变得不再重要，是非对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排除在决策者们的考虑之外，怎样做对自己更有利，是否是自己人，日益成为他们进行重大国事判断和决策时最为优先考量的指标。这种情形势必使战争最前线的艰辛变得更加苦不堪言，使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分子的数年心血常常会在一念之间或者一夜之间毁于一旦，付诸东流，成为泡影。翻检中国历史，我们知道这已经是常见的典型的乱世之征兆。如果说萨尔浒大战对于辽东局势具有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广宁失守对于双方民心士气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熊廷弼就是这种情势的第一个牺牲。公元1619年，即大明万历47年3月，萨尔浒之战结束。23日，朝廷起复在湖北江夏老家罢职闲居的前御史熊廷弼为大理寺左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这个职位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助理兼中纪委委员，在以中央政府代表的名义巡视辽东。熊廷弼接到任命，立即以日夜200里的速度星夜兼程赶赴北京。谁知赶到北京后却没人理他，把他晾在驿馆，就是政府招待所里一待就是2个多月，原因是此时的皇帝又缩回深宫，不大理会外面无奈的世界了。6月10日，经过3个月休整的努尔哈赤开始实施速取开铁进逼辽沈方略，率48000精兵昼伏夜行，奇袭明蒙满物资集散地与战略要冲开原。他们5个夜晚驰驱300里，于16日凌晨突袭攻城，中午时分开原城陷，总兵、副将、参将、守备等全部阵亡，8000守军中5000战死，其余3000人成为战俘，被努尔哈赤下令全部杀死。3日内，开原所属城堡尽数失陷。败报
于6月21日传至北京。22日，万历皇帝下诏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检都御史，经略辽东。经略一职又称都师，始设于万历年间，其地位权力高于总督与巡抚。我们知道，总督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司令，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经略高于他们，是执行国家级战略任务的超级方面大员，全部由文人担任。熊廷弼的这个职位大体上可以类比为今天以国防部副部长兼中纪委常委的头衔兼任沈阳军区司令和东北局第一书记。7月7日，熊廷弼带着皇帝赐给的尚方宝剑独赴监威，奔向辽东。7月23日，来到山海关后，他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努尔哈赤已率重兵移师铁岭。7月25日凌晨，夜袭而来的58骑兵马在努尔哈赤指挥下猛攻铁岭，明军一员参将开城投降，其余将士大部战死。熊廷弼出关后面临异常险恶的局势，他以霹雳手段斩杀临阵脱逃与克扣军饷之将领，弹劾不称职的边关大吏，招抚刘仪，力图重振民心士气，并且在几个月中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此时努尔哈赤已经得到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后代范文成的相助，在他本人的军事才能之上又添深谋远虑，从而如虎添翼。他趁着熊廷弼整治混乱无暇顾及的机会，按照范文成北取叶赫西抚蒙古的建议，突然发兵攻打叶赫部。这叶赫部就是曾经出过美女东哥，后来出了个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的那个部族。长期以来，在与努尔哈赤分庭抗礼的女真部落中，叶赫部可能是实力最为强大的一支，并得到了明军的全力支持。明军在协助叶赫部防卫时，甚至将视为秘密武器的火炮都部署在叶赫城上，致使此役中努尔哈赤所部伤亡惨重。这是一次殊死战，双方加上协防的明军全部进行了拼死搏斗，最后叶赫部首领金台吉退守孤楼，举火自焚未死，被努尔哈赤下令用弓弦勒死。此次战役中，在一位游击将军带领下协助防卫的1000名明军将士，除战死者外，其余被俘者全部被努尔哈赤下令杀死，无一生还。叶赫部的覆灭促使熊廷弼加紧了辽沈防务。史书记载说，熊廷弼曾经两次派人到沈阳、抚顺一带了解敌情，这二位一个吓得没到沈阳就跑了回来，另一位则大哭着根本不敢去。于是一个冬日的深夜，熊廷弼与雪夜奔赴抚顺关去做近敌侦察，左右将佐怕出意外坚决劝阻，熊廷弼笑曰，这种冰天雪地他们不会想到辽东经略敢亲身前往，随轻骑而去。在抚顺关口，他看到努尔哈赤以木石堵绝山口，便笑着对身边的亲兵说，看来努尔哈赤也有畏惧之处，这是怕我出兵奇袭呀。熊廷弼没有想到，恰在此时努尔哈赤已经派人携带友好结盟的誓书前往蒙古部落缔结同盟条约去了，此举意义重大，一举将联名反后金的蒙古科尔科五部转为联后金反明。
在一段时间内解除了来自西北方向侧后裔蒙古部落的威胁。翻开历史地图集，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从拿下叶赫到西府蒙古，努尔哈赤已经形成了对于大明帝国辽东控制区域的战略包围态势。他收敛兵士，开始静静地等待时机。此时熊廷弼在辽沈一线苦心经营，构筑起了相当坚强的防御体系，他希望站稳脚跟再图进取。然而北京城中发生的巨变，使他一年多的呕心沥血全部化为泡影。公元1620年，即大明万历48年，大明在位时间最久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终于度过了他那漫长的48年皇帝生涯，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皇帝在最后一年里有两件事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一，他死死把住皇宫中堆积如山的金银不放，在前两年时间已经加征过赋税的基础上，于本年3月下令每亩地再次加征赋税。其二，如今皇帝早已恢复了对全国文书报告不理不睬不批复的状态，帝国文武百官再次有如被爷娘抛弃的孩子，陷入孤苦伶仃之中。数十位文武大臣忍无可忍，在吏部尚书，相当于今天中央组织人事部部长的带领下，来到文华殿，跪在地上，坚决请求皇帝接见群臣，以便商讨国事。皇帝以同样坚决的态度命人告诉他们，天子身体不舒服，迅速退下。其中一位大臣痛苦万状地致书皇上。等到努尔哈赤率领他的骑兵来敲门时，皇帝难道也准备以身体不舒服答之吗？皇上很宽厚，没有计较这厮的出言不逊。随后4月1日，首席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内阁总理大臣，请求皇帝召见，亦被拒绝。孤独的大学士来到皇宫思善门前放声大哭，皇帝这才允许他觐见。据说在谈到辽东局势时，皇帝闭上双眼只说了一句话：辽东患在文武不和。我们的皇帝所言真的称得上是切中时弊的至理名言，可惜说完就没有下文了。并且这句话一语成谶，魔鬼般预示了熊廷弼的命运。努尔哈赤则按兵不动，等待着时局的变化。这一变化很快就让他等到了。7月21日，万历皇帝龙御宾天。8月初1日，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这位朱常洛很不幸，当太子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是位不幸的太子。好不容易煎熬着当上皇帝后，内外交困，病体支离，是位不幸的皇帝。明朝后期的所谓四大疑案，妖书、挺机、红丸、移宫四案，全部与这位皇帝有关。他后来之所以在历史上名气很大，除了这四大疑案惹人关注外，还有一个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在皇帝的宝座上只坐了整整一个月，38岁时便患病死去，遂成为著名的一月天子。到9月1日，40天之内，大明帝国连续死了2个皇帝，帝国政治秩序立即陷入混乱。终于9月初6日，16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登上了皇帝位，成为大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位不识字的文盲皇帝。
据说在他登基时，陕西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欣喜地报告说，浑浊的黄河水已经连续五日变清。古人云圣人出黄河清，于是全国军民共同庆贺，欢呼自己得到了一位太平有道天子。熊廷弼的日子并没有因为黄河连续五日变清而好过起来，相反却日益艰难。两年前的一段话成了他今日的真实写照：将多而难调，兵弱而难用，降久而难弃，贼剿而难治，地险而难攻，筑寡而难事。这些尽管都是实情，熊廷弼却还能对付。令他切齿痛恨并痛苦的是来自朝中同事们的猛烈攻击。平心而论，熊廷弼和所有人一样，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从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子贡脾气火爆，性情刚愎自负，盛气凌人。他看到看不惯的人和事儿，立刻就会破口大骂。显然这种人在我国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恐怕不会太好。史书上头也谈到曹氏多厌恶之，但是熊廷弼这个人有大才干，史称有盖世之才，特别是对辽东局势他具有极为准确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而且身体力行，不畏劳苦，具有极强的执行力，为国家的事情他不惜赴汤蹈火。这种性情的人如果是生在李世民的时代，大约能够成为凌烟阁上的千古名臣，可惜他偏偏生在了穷途末路的大明晚期，于是就成了敌对者眼中最好的靶子。当时大明帝国朝堂之上党争剧烈，能叫得上名目的就有山东人为首的齐党、浙江人为首的浙党、湖北人为首的楚党，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东林党。这些党派今天联手，明天反目，党同伐异，纵横捭阖。不久之后更有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加入战团，使大明帝国晚期的帝国政治舞台变得十分好看。如今朝中大权基本掌握在东林党人手中，史称重政迎朝，意思就是说朝堂之上都是正人君子。他们特别讨厌熊廷弼，因为熊廷弼不是他们一党，而且熊廷弼曾经多次公开批评或者叫攻击过东林党人。担任监察官员时，熊廷弼有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名叫姚仲文，他们在政治见解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后来姚仲文希望熊廷弼能够举荐自己补官，遭到熊廷弼的拒绝。这一次这位姚仲文就发起了针对熊廷弼的首轮进攻，随后熊廷弼受到了连珠炮一般的攻击，炮火猛烈而且密集。最严重的列举了熊廷弼的五谋八罪、欺君三罪，认为不罢熊廷弼的官，辽东大事必不可保。熊廷弼眼花缭乱，只好三次上书请求因病辞职。他心情郁闷而且十分沉痛，说道：辽东局势转危为安，臣也就该由生到死了。最后主要由东林官员组成的专议此案的联席会议建议天启皇帝朱由校同意熊廷弼去职。9月21日，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后的第15天，正式下令罢免熊廷弼辽东经略一职，熊廷弼交回尚方宝剑，听候处分。努尔哈赤一年多按兵不动，等的就是这一天。果然，新任大明辽东经略一到任，就将熊廷弼一年多的心血多所更易，大部分废止，然后雄心勃勃地准备兵分三路收复失地。努尔哈赤没等他把部队组织好，便率大军悄悄开到了沈阳城下，经两日激战，沈阳陷落，号称辽东用兵以来的第一血战。6天之后，
努尔哈赤率得胜之兵直抵辽东首府、辽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阳。新任经略仓促应战，三日血战后，公元1621年，即大明天启元年3月22日，辽阳陷落。经略佩剑印，引刀自裁。这是一位有骨气也很能干却不懂军事的官员。临自杀时，他对一同守城的一位监察官员说：“您没有守城的责任，赶快走吧，我愿与此城共存亡。”这位名叫张全的监察官大呼：“我张全也是血性男儿，绝不贪生怕死。”张全身着大明官服，坚决不肯化妆逃走。城破被俘后，在努尔哈赤面前，他坚不下跪，并告诉努尔哈赤：“我是大明天子的执法官员，我的膝盖绝不会向你弯曲。”并将自己的头颅伸向两旁的刀剑。铁石心肠的努尔哈赤大为感动，下令派车马礼送这位真正的英雄离去。张全一概予以拒绝，于是努尔哈赤命两名亲兵将他强行架到马上，送回到他过去的办公场所。路上，许多辽东父老流着泪为他求情，他大声呼喊道：“你们是我堂堂大明的良民百姓，不要为了苟全我的性命求人。”最后死于他昔日的办公室内。他死后，努尔哈赤为表达对忠臣烈士的敬意，很有风度地下令予以礼葬，并在辽阳城北门外为他建纪念祠堂。只有看到了这些仁人志士，我们才会明白，当一个政权腐烂透顶时，将会是如何的对不住那些忠贞的儿女。此后数日间，荆州、富州、海州、盖州、宽甸、凤凰、鞍山、岫岩、镇江及今日之丹东等辽东70余城全部为努尔哈赤夺取。七日后，公元1621年，即大明天启元年3月29日夜，在庆功宴会上，努尔哈赤宣布迁都，定辽阳为后金国首都。辽阳陷落，京师大震。自辽东战事以来，帝国首都北京第一次实行戒严。15岁的天启小皇帝痛定思痛，下诏痛斥并惩处当初口无遮拦、罗织编造罪名弹劾熊廷弼的官员，告诫文武百官，要求他们洗涤废长，一心君父，共佐时间。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一再有机会看到，在一个污浊的社会里，想要保持洁净的废长已属不易，若想将已经肮脏的肺腑洗涤干净，则更其艰难。为了敦请熊廷弼复职，天启皇帝两次下诏罪己，话说得十分恳切，并派员专门前往转达自己的特别命令。熊廷弼随于6月初1日再次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从史书记载上看，熊廷弼料事很准，史称美言其重。而从后来发生的情形来看，此次相信皇帝的诚意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实在不该复出。此次复出，熊廷弼面临的局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险恶，不仅仅因为努尔哈赤强盛和咄咄逼人导致的辽势败坏，更重要的威胁更是来自他的同事们，来自主持朝政的东林党人。这种情形预示了他必死的命运。翻检中国历史，每当面临此种局面，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忠臣骁将能够逃脱厄运。而对于熊廷弼来说，最使英雄泪满襟的是，
此次他还根本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就稀里糊涂地一败涂地，走上了死路。熊廷弼的搭档名叫王化珍，比熊廷弼早几个月来到辽东，是由东林党人推荐的辽东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由于熊廷弼到任之前的经略因病不能做事，因此一切行政、军政、财政事宜均由此人负责。后来由于招致惨败，人们习惯上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其实刚刚接任辽东巡抚一职时，他的表现十分出色，名声极大。他驻守于辽东最后一座重镇广宁，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北镇县，亦称北宁市，是辽东总兵府所在地，也是西连山海关、东接辽东首府辽阳的战略要地，是当时东北地区仅次于辽阳的第二大城市与重镇。如今辽阳已经由辽东巡抚驻地变成了努尔哈赤的首都，广宁也就变成了遏制努尔哈赤西进，进而相机恢复进取的最重要的前进基地。王化珍到任时，广宁城里只有残兵千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广宁必不可保。王化珍不信邪，他召集流散勇壮，鼓励市民联合蒙古人共同御敌，竟然很快组织起了10000多人的部队。他率领弱兵残将力守孤城，且意志坚定，一时间名声大噪，朝廷认为他才堪大任，将守卫广宁地区的重任托付于他。熊廷弼到北京后提出了三方布置的扶辽方略，大意就是说，第一，以广宁兵马对垒辽河岸边，因应地理条件形成行隔势进之势，以此来阻止并且钳制敌人主力。第二，在海上于天津、登州、莱州设立水师，就是海军，乘虚登陆荆州、福州、海城、盖县一带，动摇辽南人心，迫使努尔哈赤分心，分兵内顾，以便收复辽阳。第三，在山海关特设经略，总控三方，协同战守，在努尔哈赤腹背受敌之际全线进击，将其击溃之后灭之。基本方针是强调防守，积蓄力量再图反攻，这的确是一个既稳健又扎实可行的方略。从防守到相持再到反攻，气魄宏大而且富有战略眼光。但是这样可行的战略却必须有一个坚强有为的皇帝和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方才可行。而熊廷弼面临着的局面是，当他拼命以兵马、钱粮、器械等军务催促兵部、户部、工部时，他的皇帝可能正在皇宫庭院里边满头大汗地雕琢木匠手艺呢。中央政府的东林内阁首席大学士叶向高根本就不认为熊廷弼是个什么好东西，那些六部尚书们大约宁肯做亡国大夫，也不愿意看到他熊廷弼的成功。此次熊廷弼的方案一经提出，皇帝便迅速批复同意此方略，命熊廷弼驻守山海关，经略辽东，并在熊廷弼离京赴任时为他举行了异常隆重的欢送仪式。然而对此王化珍很不喜欢，他不喜欢熊廷弼这个人，不喜欢这个方略，不喜欢他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更不喜欢他有可能夺去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权威与军队。而熊廷弼也对王化珍的某些布置不以为然，于是二人开始了唾沫横飞的口水战。然而皇帝表态说支持熊廷弼的主张，搞得王化珍好生没趣，心中泱泱不快，于是报告皇上说，您特别看重熊廷弼，他对辽东事务又轻车熟路，成竹在胸，必可一举灭敌。
熊廷弼一听，顾不得其中的醋味，赶紧请求皇帝警告王化贞，不要借口经略负有责任就坐失时机。就此，京府不和开始公开化。然而，虽然在理论上讲，至少在辽东军事布置上，王化贞应该接受熊廷弼的领导，但实际上比较起来，王化贞的底气却比熊廷弼要十足得多，根本就没把熊廷弼放在眼里。这种状况是由下列因素促成的。首先，王化贞是现任东林内阁首席大学士及内阁总理大臣叶向高的门生。在历史上，这位叶向高口碑不错，人们时常愿意替他遮掩在此事上的错误。但叶向高的确错了，在辽东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上，这位东林内阁首辅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叶向高本来就讨厌熊廷弼，如今更以内阁首辅的身份认为朝廷应该全心全意支持王化贞，言下之意是任命熊廷弼这么一个经略根本就是多余，并以内阁总理大臣兼老师的身份袒护巡抚王化贞对抗经略熊廷弼，令王化贞有恃无恐。另一位关键人物则是兵部尚书张鹤鸣，这位国防部长也是东林官员，他不但讨厌熊廷弼，而且早在一年前就曾经因为军饷问题与熊廷弼大起冲突，如今他甚至在调动辽东兵马时都不愿劳神知会辽东经略熊廷弼，在熊廷弼询问他时亦不屑作答，搞得熊廷弼怒火高万丈，却又无从发泄。更有甚者，用今天的事例类比，这位国防部长甚至或明或暗地指示辽东省省长王化贞，在辽东军事上可以自作主张，不必理睬沈阳军区司令熊廷弼。另外一个因素可能也促成了王化贞对熊廷弼的蔑视。王化贞和当时上称强大的蒙古察哈尔部落的林丹汗打过交道，双方感觉都不错。这个时候呢，这位蒙古酋长不知道是喝酒喝高了，还是谈话谈得投机口滑，他拍着胸脯口无遮拦地告诉王化贞，他可以出40万骑兵帮助王化贞干掉努尔哈赤，把那个什么鸟后金国彻底在地球上抹去。我们知道这种许诺对于急于建功立业或者一夜暴富的中国人具有极其强大的吸引力，就是在今天许多董事长之类的人物也是在类似的情形下被人牵上沉船的，他们对于自己的魅力怀有深切的信心，真诚地愿意相信由于自己的人格魅力导致一位蒙古酋长在拥有40万铁骑时宁愿不做成吉思汗第二，也要帮助自己去灭掉努尔哈赤。可能是王化贞太想让熊廷弼闭上嘴了，于是想也不想便将此报告给了朝廷，并且列入自己的作战计划，而且他还真的为此出兵进攻，直到确认那位蒙古酋长不会出现才慌忙撤退回家。最后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抚顺叛将如今努尔哈赤的驸马孙女婿李永芳暗中联络上了王化贞的心腹将领孙德公，说是他愿意做内应帮助王化贞和孙德公一举干掉努尔哈赤。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实际情况是努尔哈赤通过李永芳答应这位孙德公，只要能够生擒王化贞并且献出广宁城，孙德公就会像李永芳一样成为努尔哈赤的驸马并且得到高官，双方就此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些内情王化贞全然不知，对孙德公联络李永芳干掉努尔哈赤的策划则坚信不疑，不但将此作为立不世之大功的奇密，而且将握在自己手中坚决不让熊廷弼染指的广宁90000兵马全部交给孙德公节制。
由此越发看不上熊廷弼，并且一切兵马、攻防、训练、装备、工事、粮草之类，通通不放在心上，一门心思地盘算着这件不战而获全胜的奇功，还真的多次出兵攻打后金国防地，先后可能达5次之多，搞得煞有介事又很不好看，还一本正经地报告朝廷，但到中秋团圆时节即可高枕聆听喜讯佳音云云。熊廷弼实在看不下去了，上书皇帝请他约束王化贞慎重举止，至少不要让敌人笑话。王化贞听说后愤怒无狂，立即上书皇上，说是愿请兵6万一举荡平努尔哈赤小丑云云。就这样，辽东前线出现了大家战不战、守不守、笑提不敢而凡事牵制多的局面。有人总结这种情形说，自有辽氏以来，从来不曾看见堂堂正正地做过一件事情。就在大明帝国朝堂上下口水横飞，群臣们一浪又一浪掀起赞誉王化贞而抨击熊廷弼的热潮之际，公元1622年，即大明天启2年，后金韩国天命7年正月18日，努尔哈赤在仔细观望良久之后，确信熊廷弼不会再有什么作为，遂出兵进逼广陵。王化贞相信立那件奇功的时机已到，于是按照孙德公的策划，进发广宁兵马出阵迎敌。谁知双方刚一交手，早已布置停当的孙德公等便先冲锋后奔逃，不明所以的帝国大军以为已经被打败，随兵败如山倒，全线溃散。孙德公等逃进广宁城后，惊慌失措地散播努尔哈赤已到城外，于是城中军民大乱，争相溃逃。正在等待捷报佳音的王化贞于稀里糊涂之中被一员将领扶上骏马弃广宁而去，从而验证了那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老话。在大凌河边，王化贞遇到熊廷弼，王化贞尽弃前嫌，在熊廷弼面前大哭。熊廷弼此时的表现确实没有风度，他微笑着询问王化贞：“你不是说要提6万之兵一举荡平吗？今天这是怎么了？”王化贞顾不上计较，请求和熊廷弼一起商量战守事宜。这时，熊廷弼手中只有5000兵马，不知是出于兵力悬殊的无奈，还是犯了一个真正的错误。他回答王化贞说：“如今为时已晚，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护送流民入关。”其实用兵谨慎、善待时机的努尔哈赤，这个时候距离广宁还有一段不近的距离，他并没有长驱直入进占广宁城，直到2天以后，外围的明军基本上被扫荡干净，努尔哈赤才渡河来到广宁城下。据说努尔哈赤走到离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地辽东第二大城市广宁城里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昨天的大明帝国臣民们载歌载舞，排着队向他行叩拜大礼，将他迎进了他应该很熟悉的辽东总兵府。史书记载说，这一次努尔哈赤出动的兵力大约在5到6万人左右，而王化贞手中的全部兵力可能在努尔哈赤之上。在广宁城下，孙德公率领王化贞交给他统帅的为数应当不少的大军开城迎接了努尔哈赤。孟森教授推测说，熊廷弼之所以不争夺广宁，是因为他实在痛恨王化贞的所作所为，并且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没有责任，同时他可能希望用这种赌气事的方式唤起满朝文武的觉悟，
知道自己的才干而用之，以收后日之效。就这样，帝国在辽东的最后一个战略重镇失守了，帝国首都再次宣布戒严。如果说萨尔浒之战逆转了明清之间的战略态势，从而是一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役的话，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努尔哈赤夺取广宁，大明帝国辽东总兵府所在地，可能影响更为深远而致命。因为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熊廷弼的死，加剧了帝国上层的争斗和分化，甚至东林党失势和魏忠贤得势可能都与此干系极重。因此，如果从政治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判断，努尔哈赤夺取广宁可能比萨尔浒之战还要重要许多。不久，天启皇帝下令逮捕王化贞，将熊廷弼革职回籍，听候处分。这时，东林党人再一次表现出了政治上的偏狭与拙劣。负责办理此事专案的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王济；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周应秋；著名东林领袖左都御史，相当于中纪委书记兼监察部部长邹元标等提交审讯报告。没有多少道理的要求将熊廷弼、王化贞一同处死。熊廷弼真的就此被逮捕下狱，后来惨死狱中。东林党人就这样用自己的党同伐异和失败，为两个比熊廷弼可怕千百倍的敌人铺垫了道路。这两个敌人，一个是大明帝国不共戴天的死敌努尔哈赤，一个是东林党人不共戴天的死敌，就是后来几年间搅得整个中国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大名鼎鼎的只比皇帝少活100岁的太监9900岁魏忠贤。熊廷弼被抓进监狱后，真的做了一件蠢事，他拜托一位能量极大的江湖人士，说是准备送给魏忠贤40000两白银以求雪冤。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他又放弃了这个想法，结果听说了此事又没有拿到银子的魏忠贤恨之入骨，发誓要早日看到熊廷弼的死。2年多以后，已经试验熏天的魏忠贤终于将熊廷弼和几位根本搭不上关系的东林党人扯到一起，愣说一位极受人尊敬的东林党人接受过熊廷弼的贿赂，于是将他们一起干掉了。熊廷弼的死说来令人心酸，我们不说也罢，就此打住吧。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出现使辽东局势又添变数。对于大明帝国来说，晦暗不堪的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亮色，对于努尔哈赤来说，眼前又现强敌。这个人就是时任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的孙承宗。孙承宗的另外一个身份也让人不能不心存敬畏，他还做过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使那位继位之前比文盲强不了多少的少年天子多少读了几本书，懂得了一些道理，也知道了要敬重老师。孙承宗能文能武，清廉刚正，威望肃著，后来以帝师、内阁大学士的身份担任辽东经略，这些可能是他能在经略辽东的任上坚持3年之久，令努尔哈赤虽然急切地希望西溃山海关，却终于在3年时间内只能相持，始终不敢轻动的主要原因。可惜随着朝中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斗争日趋白热化，这位被视为东林党人的中流砥柱式人物毕竟坚持不下去了，他只能退休回家。后来天启皇帝死后，在崇祯皇帝冤杀袁崇焕时，
他曾经再次出来收拾危局，待局面稍有好转之后，便再一次莫名其妙地被撤换掉了。若干年后，清军大规模入关，打到他的家乡河北高阳。年事已高的孙承宗坚决不肯屈膝，他指挥家人、族人、乡亲与清军展开巷战，直至晋阳。孙承宗离任之前，还做过一件对于晚明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情。数年之间，他高度信任、欣赏、重用的一个人，从而为这段惨痛的历史抹上了一道极为耀眼的亮色。这个人就是在晚明前清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袁崇焕。以拿下广宁，达到人生事业巅峰的努尔哈赤，其一世英名就是折在了这个南蛮子手上。除了孙承宗和袁崇焕之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导致努尔哈赤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不在西向进攻，那就是由于他血腥的种族歧视政策，后金国后院不稳，到处都在发生汉族民众的反抗与暴动。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621年，大明天启元年七月，努尔哈赤颁布了祭丁授田制度。简单讲，这个制度就是根据男人的数目分配田地、服兵役、出徭役、公差等等。这项制度对于女真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对于汉人却是一场灾难。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许多女真人本来并不从事农耕，如今所有男人平均分给田地，这些女真人包括他们的女真族奴隶都得到了土地，而汉族人的许多土地则被当成了荒地，无偿征收，然后用来分给女真族人。努尔哈赤还同时针对辽东汉人推行了强令剃发、强行迁居、强征差役、清查粮食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导致辽东汉人由逃亡而反抗，由反抗而袭击，由袭击而暴动。一时间，这种暴动竟有数十起之多，几乎遍及辽东各地。为了平息这种动荡不安的局势，努尔哈赤又发昏招，公布了按兵边疆韩谕。据说这道韩谕是为了完善祭丁授田制度，强行将汉人与女真人编在一个村庄中居住，借女真人监视汉人，并明令禁止汉人制造、携带、收藏刀剑、弓箭等。于是发生了汉人房屋被强占、粮食被抢夺、妻女遭凌辱等事件，更加剧了局势的恶化。对此，努尔哈赤一而贯之的做法大体上就是灭绝性镇压。据说三贝勒芒古尔泰在镇压镇江及今天的丹东暴动中杀了多少人无法统计，但是俘获来做奴隶的汉人就有12000多人。大贝勒代善负责镇压富州地区暴动，镇压结束后，富州城里的成年男子全数被其杀光，已经找不到男人。努尔哈赤那位孙女婿，大明叛将李永芳负责镇压辽西13山暴动，据说该地区原有10万余汉族民众，此次镇压中除700人逃进觉华岛，今日辽宁省兴城县菊花岛之外，其余全部被杀光。从抚顺之战正式向大明帝国开战以后，努尔哈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边对辽东汉人大体上实行的都是这种种族灭绝政策。譬如说萨尔浒之战之后攻取开原铁岭的时候，努尔哈赤允许他的军队对汉人斩尽杀绝。在后来的战争当中，虽然不是一见到汉人就杀，但基本上是在实行程度不同的屠杀之后，将剩余的汉族人口掳掠起来作为战利品分配给女真军人为奴。到了晚年，这位在满清官吏和当代某些学者口中号称雄才大略的伟大政治家，
似乎杀心欲盛，他认为后金政权之所以没有成为女真人安宁的乐土，都是因为明朝旧官吏、读书人和地主士绅们煽动的结果。于是命令他的将军们，要求他们在汉族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辽东严查细访，只要抓住上述几种人，就一律就地处死。阅读这些史料的时候，常常会令人产生一种感觉，就是在这位努尔哈赤身上似乎笼罩着某种血腥的宿命，战争与杀人成为他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英雄的梦想、女人、财富和对汉民族的仇恨成为了这个宿命的核心。应该说，汉民族中历朝历代出产的人渣不少，他们荼毒自己同类的本领常常出人意表，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令人叹为观止。对待异族则更加全无顾忌，招人痛恨之处实在可以车载斗量。从努尔哈赤的不少言论中判断，他很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在待上天公行天谴。从众多史料中，我们大体可以这样认定，这位努尔哈赤的确善于审时度势，韬光养晦，不利时坐低伏小，细致入微。北京人习惯上把这种情形称之为装孙子。得势之后，他凶残暴虐，十分残忍，因此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认为这个人在政治上乏善可陈，于国于民于社会甚少功德建树。他的长处更多的表现在战争和军事才能上面。事实上，只要翻一翻史料，我们就不难注意到，至少在努尔哈赤时代，后金政权所赖以生存的，除了赤裸裸的战争暴力和烧杀抢掠之外，其他的成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面对动荡不安、此起彼伏的反抗，努尔哈赤必须先稳住自己的后花园。时年已经64岁的努尔哈赤一直以善待时机取胜，如今他仍然在等待，或者叫善待时机。他对于敌人阵营中的优秀人物似乎具有一种天生的识别能力，从不在这种敌人面前轻举妄动。